睡了吗？弹性的，这么好的面皮，要是能剥下来，绑个团扇花鼓什么的，一定贼稀罕。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好吃。哎呀，我想吃烧鸡。他这是在撒娇。你给我下来，沈周八啊！你给我下来，打死你！你有本事别下来，你有本事晚上就在上面，有本事你上来，你笨手笨脚的。沈周八，你有本事给我下来，沈周八，你给我下来啊！你给我下来，丹珠加油，丹珠加油，丹珠。大人，你快救救小姐吧！堂堂皇宫重地，这是在闹什么？规矩呢？徐大人，你来得正好，今日你夫人把我打成这样，一定不能轻饶了她。快下来吧。刚才踩着这些混蛋爬上来的时候，也没觉得宫墙那么高啊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怎么不知道危险呢？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，丹珠，快帮我把梯子拿过来。啊！你还打算在上面待多久？当猴子呢？跳吧，我在下面守着。相公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不就是应该相亲相爱吗？不是灵魂伴侣吗？怎么又一家人了？如果你不叫，我不介意委屈自己，让你。